跟我回来好吗？请你配合一下。你让开！喂，保安部吗？开，我怎么了？马上离开。我做什么了？为什么要离开啊？盛总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夏小姐是我邀请过来的，也不是什么女花痴，真都是误会啊。误会？你还记得两年前在咱们酒店办婚礼的那个女孩吗？她未婚夫跑了，你还冤枉她按响了咱们酒店的警报器。盛总，有人误按警报。何日俊，你别走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何日俊，谢谢。什么呀？刚才你按了警铃，导致所有的客人惶恐，请你跟我去趟保安部。我现在有急事儿。你所谓的急事，我全都已经看到了。那酒店的损失谁来负责？那你现在拦着我，谁来负责？跟我回来好吗？请你配合一下。你让开！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太懂事儿。那个盛总，请您上去聊，咱们走吧。走吧。您脚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抱歉，其实都是误会。也没什么。喝点什么？不用不用，谢谢盛总。我听安安跟我说，来找我是想要谈酒店五月份婚礼档期的事儿。是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是这样的，我的一位客户想要五月份在你们酒店办婚礼。我知道五月份的档期已经满了，我也查过了，五月十五号这一天八号宴会厅是空着的。但有一个问题啊，八号宴会厅其实呢需要整修一下，所以一直没有对外。那你们八号宴会厅一直没有完成整修，我也知道是因为部分的硬件设施价格没有谈拢。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免费的砍价服务，那你们能够尽快的购买到设备，整修也能够尽快的完成。这个是我根据你们的需求做的一份比价方案。好，回头我详细的看一下，过两天给你答复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就刚刚在楼下崴了。等一下，安安，你开车送他一程。小姐，跟我走吧。谢谢盛总。这世界很酷。